联合国贸发会议平台和俄罗斯国家统计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球鞋类出口总额超过1540亿美元，中国以530亿美元的出口额位居榜首，其次是越南200亿美元和意大利约150亿美元，德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，鞋类出口额分别达于110亿美元和60亿美元。2023年，越南鞋类出口额达202多亿美元，同比下降15.3%。自1998年起，鞋类开始加入出口额1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俱乐部。越南鞋类出口量仅次于中国市场。目前，越南鞋类出口量占世界的10%，位居世界第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0年，越南成为世界第一大布鞋出口国，出口量远超中国。2024年，越南纺织服装行业力争实现出口总额达44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9.2%的目标。